首先，我们先介绍手球的场地。手球场地长40，宽20，球门里面还有两个区域，右公子区域线。球门里面还有一个花球区域线，就是9公子，所有的花球点都要在9公子外面花球。球场里面还有一条七米线，就是严重犯规，越级防守或比赛当中拉人射门、妨碍射门的时候，都会罚七公子球。再来，球门的高度2公尺，宽度是3公尺。再来介绍一个替补区，普通球员进出只有在左右两边的4.5公尺，先出后进。手球规则只能运球、收球完只能3步射门，手球只能走3步，如果第4步就是左步犯规动作。手球进攻的时候不能两只运球，两只运球就是犯规了。手球常见就是进攻撞人，比赛当中常见就是踩线射门，那就握吧。防守越级防守，所以判罚7公尺球。手球比赛如果严重犯规拉扯的话，会判罚2分钟。裁判会判罚球员出场，从区域出去，变成5-6。11月14日、11月15日，中华奥会100周年纪念全国手球锦标赛，以团队、以实力拥抱胜利。三名加上赞。手球的防守阵型有很多种，我们学校主要的风格是压迫型防守1-5跟大3-3，然后强打的风格是守到快攻跟被得分的快速发球，以这种国际趋势的方式来以为我们学校主要的风格。好啊一夜呀一夜呀，好啊一夜好一夜，来来来来来一夜上球。因为姐姐先加入手球队，然后我想跟她一起打球，所以我就一起加入了手球队。国中的时候，因为体育方面比其他人优秀一点，所以被老师加入到手球队，然后就一直到高中了。因为国小的时候老师有推荐，然后那个时候也有去尝试看看，然后练习了大概有半个学期，所以很喜欢这个运动。可以享受赢的感觉，然后在每一次练习当中的进步都很有成就感。我可以在这中间得到一些成就感，然后比赛赢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然后输了的话大家也会互相鼓励，就是像一个大家庭这样。因为有时候打球的时候可以享受那个就是打得很顺利的话会有成就感。18岁的可以拿冠军，然后完成3连霸，然后拿到出国比赛的资格。18岁组当然是希望能够3连霸，然后16岁组希望大家都能发挥平常的实力打好，然后拿冠军。个人目标的话，会希望打得比练习还要好一点，然后为团队拿下更好的成绩。中华奥会100周年纪念全国手球锦标赛，以团队以实力拥抱胜利，超凶的。手球是结合了足球、篮球跟橄榄球的全身性运动，它的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其他运动项目。那目前国际最新趋势是7个可以打6个人，等于是守门可以下来换普通球员进来，所以我们的手球的换人机制是不用经过裁判允许，可以自由进出。成员高中是有近30年历史的传统强队，那我们的球队特色是攻大于守，我们的都是打板块攻的形式，跟以攻击多打少的为主。那我们的近几年的球队成绩都名列前茅，大概在全国前2左右。
经过跑位路线做球给中间的控球 Sky 射门。透过位移跑位吸引到防守者右翼射门，吸引防守者趋前，把球吊给中枢射门。中华奥会100周年纪念全国手球锦标赛，全力以赴拥抱金牌，成员高中加油！手球比赛为60分钟，上下半场各30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中场休息时，攻守要交换场地，这是手球高中以上的正规模式。手球比赛时，他在替换球员是自由进出的。手球比赛时，防守球员他可以正面的去压制对手，不可以正面的去出手推人。它特别的地方是它结合了篮球、足球跟橄榄球，然后所制定的规则。它比较少人知道，然后是一项冷门的运动。我觉得虽然它在台湾不流行，可是它在欧洲地区非常盛行。世界上的另外一端还有人跟我一起享受这项运动。我觉得最帅气的动作是长射，因为要越过防守者跟守门员进到球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动作。挡人转身射门，我觉得从底线跳射射门做滚翻运动非常帅气。我会做重量训练来增加自己的肌力，然后维持在比赛中的续航力。我会做敏捷训练，让我在比赛的时候动作更协调更利落。我平常会多做体能训练，因为手球是半场30分钟以上的运动，需要非常大的体能要求，所以我会多做体能，多做长跑来提升我的身体。11月10号到11月15号，中华奥会100周年纪念全国手球锦标赛，以团队以实力拥抱胜利。大理高中，加班上岸！